翻袋翻中袋，这不是真的吗？翻中袋，哦，漂亮，过得来吗？切，嗯，哇，反赛。好险！中山龙标准是中袋，成功上手。大家好，本期给各位带来火箭在中国公开赛上的两次精彩表演，绝对的视觉盛宴，是享受。所以看到那种很准的球，现在大家看到的就不要那么大惊小怪。中国公开赛，喜欢打球的球迷，当时解说嘉宾是武清体育的东张希望。然后你喜欢打球呢，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难啊！照，如果照你这个朋友的说法的话，足球比赛可以每一次进球他都一点激情也没有。嗯，三进。我比较反对那种，就是说，那种，就是说，开，嗯，漂亮，太漂亮。拉力下手球堆，效果十分 nice。球队犹如仙女散花，而刚才被锁住的黑球也彻底被解开。溢美之词，不吝啬鼓励，不吝啬夸奖，这件事情好像相对变成了跟贬低自己有相似的这个地方。挖你这么多的机会去打，梁文博那次打 Ronald Sullivan 拼的可谓凶了吧？嗯，可是其结果还是败阵。当然，他拼的那些球确实拼得漂亮，连 Ronnie 也觉得他拼得漂亮。但是肖国栋现在的这种拼球的实力啊，比起那个时候的梁文博来说，还是差一些的。反正在我的记忆中 ，Ronnie 到了这个顶级的时候，能够别人都是以别的办法来赢的。对，打进超分，黑球打进，完成超分，顺带踹了一脚红球，效果又是完美中的完美。匪夷所思啊！这样带球的，太棒了。状态下你不能再给他注射燃料了。77 77 77拐出来，漂亮。你看他的球，嗯，需要沉的时候就沉，需要滑的时候就滑啊，好像那个球在他的手里重量是不一样的啊。火箭已经开始停，走过去准备解球，这样慢一点，完全跟不上火箭节奏。哦，推一个中袋，哦，厉害！这个球很轻松推进去啊。左塞，并没有加很多的塞。对，但是这个塞的力道呢，又恰到好处。对。打进又破百了，一球打进，单杆过百。下面是火箭的表演时间，各位请不要吝啬自己的掌声。啊，什么呀？哦，太厉害了！啊，不到位啊！要怎样？薄左手翻袋翻中袋，这不是真的吗？翻中袋，哦，漂亮！不是翻中袋啊，这个是翻中袋吗？翻中袋，真的是翻中袋。现场球迷彻底嗨了，今天这门票钱绝对是物超所值。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局。哇！这是二零
公开赛或者热带。这场比赛多了一位各位耳熟能详的美女解说嘉宾，大家可以试着猜一下她是谁。不容易啊，哇，发力上来的。反赛啊，早期解说比赛时大家喜欢说正赛反赛，现在大家更习惯于说左赛还是右赛。对，打法，这些打法在斯诺克球台上基本上是只有在表演赛当中才会看到。嗯，有一朋友发了一条只有一个字神。哇 nice， 小角度中段一杆发力横台来走位，但火箭打这样的球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么轻松丝滑。虽然他曾经是一个警长，但是他的速度很慢。嗯，不的警长不是他，不是那个以前动画片里那个警长 Blaze 的警长。还有朋友说现在就在小婷的球房打球，很多时候用的就是轻推然后顿来顿去，那杆法上变化很大，用到反赛的几率很高。对，而且斯诺克呢他的送杆不会太长。嗯，所以他的基本上动作还算不太会变形。嗯，九球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送杆的时候，动作其实要做得很到位。对对对 ，34 球杆一定要尽量往前伸，那种杆法的效果才会出来。对 ，35。但是我觉得斯诺克的这种击球的动作，可以给观众朋友们业余爱好打打球的时候，也是尽量做到出杆以后。身体在动，嗯，身体的晃动呢是会严重影响到准度的。Mark Selby，马克塞尔比，塞尔比的这个出杆的时候是身体晃得非常的厉害，没有太大的影响，这个是一个特例。还是出杆的时候也是在动的。Mark Selby 在运杆的时候，那个身体的晃动感觉就像他是这样的，他就是所有的手架摆完以后啊，嗯，辅助打进完成超分。就在嘉宾闲聊的时候，火箭已经完成单杆制胜。微的调整，但那个频率那个速度啊，并不是很慢的。嗯，然后摇。强烈低杆右赛，四滑走位到中带。66。然后出杆。摇到觉得对的时候停下来。哎，对，而且还很准。你很难想象说这是怎么回事。哦，放开，原理开始。发力打出来了，三颗星来走黑球。哦，你看 Rally 的球啊，真的很愿意走啊。嗯，他算是一个表演欲望非常强的选手。是，换左手吗？左手够不着了。82。像九球选手里面，我也是比较欣赏金佳映的打法。其实他的打球的球风是非常犀利的，但是有的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，他在调感觉的情况也像刚才 Ronnie 一样。对，然后一上来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特别松，有点看不懂。其实他是想要尽早的把这个手感打出来。嗯，但你要知道用乱打来调手感啊，通常的状况有两种，一种是调出来了，还有一种是还没调出来就输了。哈，98破白，105。手感真好啊，随便一蹬，没有随球的动作，只是蹬一下。110。过得来吗？切。哇，反赛漂亮，过来还到位啊。小伙伴，请点赞、关注。